我们看的例题二。好，在空间中呢，设 SY 为一个平面镜啊。好，这记得啊。SY 是一个平面镜。由于光线呢通过121啊，这随便写啊。P 的话是121啊。射向面镜上的点啊，这样射哈，射过来了哈。反射后通过 R 点啊。然后呢 ，OR 等于两倍的 PO， 这个是等于这个两倍的，则 R 点的坐标是多少？好。那 R 点的坐标是多少哈？那我们知道呢，它的这个，首先呢，你要把它的正射影点找到。那正射影点找到了，因为它对称于 SY 嘛，所以它 SY 坐标不会变，变的只是 Z 坐标，变的只是 Z 坐标嘛。所以呢，它的正射影点的话是 P prime 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一二跟负一嘛。我正射影点你也不用再公式了。好，因为它是，好，因为它是很单纯的那个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找出来要啊，因为它是，这个是它的两倍嘛，所以变成多少？变成它的这个 ROR 这个向量的话是这个向量的两倍啊。那这个向量等于多少？这向量就零减掉这一点嘛，零减掉这一点是吧？就是那个嘛，等于两倍的呢。P prime O 嘛，它这里两倍多少？零零零减掉这个嘛，就负一、负二跟一啊，是不是？那 O R 事实上就是 R， 为什么？因为 O 是原点嘛，所以这就是答案了、啊。所以 R 这一点的坐标就等于负二、负四，它跟二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